来，我们都在海边撑伞。那个婷安是跟帮我撑吗？是跟国良，不是跟我唱俩，是跟可以唱一只小雨伞吗？小编满足国良。那两人做阵抓着一支小雨伞，雨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第一次在海边撑伞，居然不是跟我，是跟你，真是。谢谢盛文在这个幸运还是无奈，正滨海边帮我撑伞，感觉很浪漫哈。不容易，在这个选情紧急的时候，大家都需要一点幽默。当然我自己撑就好，谢谢。对，有。下次也会有点感动，我在本地有看一点感动。有啊，我们都很熟。昨天才见，昨天才见。昨晚在高雄，这样，不错，这样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警察处长，带队。首先，非常欢迎各位长官来到我们最历史悠久的渔港——正滨渔港。那这几年在怎么那么巧？这几年改造下，已经变成了不仅年轻人，只有年轻人最爱来的打卡景点，一起来看一下，大家一起看一下，完成什么事情，然后到这里。那今天挑选走路的路线是沿着港边，这不是那个港道彩虹 Darren 他们家吗？对，他们好像有，他们附近啊，许正勇他们楼上好像有买。不过他们对外都没有。这 Mamba Darren 呢？他们晓得 Mamba， 我认识啊，我跟他很熟啊。没有来过吗？这是彩虹绿，这就是基隆之前的彩虹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个台序的公车亭，我们有公车亭都是民间认养的。哦，对，光是新宇就花了800万做一个公车。善用。这个是台序 T Ham 的一个主题的公车。这还有一个，这是民宿还是西班牙菜？卡扎比卡索应该是西班牙菜 ，tapas 啊，它有就是 tapas， 小心。王瑞宇唱好，其实我们真的，台湾有9个一级渔港，那这边是已经从来没去我们吃过饭。那我们今天在看，因为那个我们产发处就是尹超，对，还有我们有采购那个水陆两用观光巴士，是未来的上下车。那当然我们也有参考过去高雄也有些相关鸭子厂，高雄在有。今天居然没有下，现在目前还没下到。也是有卖 brownie， 因为之后的上下车就在前面，然后有个斜坡，然后所以市长待会我们会在旁边去，然后来跟大家。那边有一个土鸡是阿绿哦，卖 brownie， 这也是我把高层部的。这里还蛮多小店，蛮有趣的。案例经验学习，这边很多小店很有趣。好，我们继续走嘛哈。然后那个，我们今天来看那个上下水的点，那个我一路沿路遇到这边的公车，那也是新兴刚完工的非常特色的打卡景点。然后那边有一个阿根纳赵船长是古迹，但现在有考虑把它修复做文创跟旅宿使用。那边有一个微路仓库，想把它做成一个科技跟极限运动的。所以基本上维修就不会。这就是和平岛，和平岛。要不要帮大家准备一个伞？要。有。万一需要的时候就那个。基隆比较不怕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其实可以站在桥上开过去，是非常漂亮。所以东森的没有，我一直以为是警察。穿的，我穿这样子，我有警察在。对。哟，不错。蛮多的，而且刚点小弟。几位大议员。啊，你们也需要一个吗？没有，你们先来。我妈妈是在这里出生的，所以我算半个主人啊。这代表着正滨港其实是基隆市非常大的一个。我妈在基隆出生的，对。我妈在基隆出生长大啊，对啊。对，然后有人传今天比较少，除了观众渔港的，还有协助一些。有人看一下，其实我们也想把，就是岸边要做更多的游憩娱乐使用，可是。
是船舶的停靠。可是我第一次在海边撑伞，那个停岸是跟帮我撑吗？是跟国良，不是跟我太太，是跟国良。可以唱一只小雨伞吗？第一次在海边撑伞，居然不是跟我太太，是跟你，真是。谢谢盛文在这个正幸运还是无奈正滨海边帮我撑伞，感觉很浪漫哈。Bro， 很好笑。在这个选情紧急的时候，大家都需要一点幽默。当然，我自己撑就好。谢谢。哎，白子。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一个那个我们的 dock tour 的上船点，上下水的点，就是要做未来的那个，我们要重新修复，但是要从这里上下。这个码头到时候还要再修，要重新调整方向。未来是在这边做那你鸭子船的上下车，上下这边。差不多应该要下去的。买两艘了。我们买两艘。我们有水陆两用的观光巴士，未来会利用。哎，你要小心哦，因为我们是买全新，然后因为其实当初高雄的，因为好像有些长报告。你们是不是要闪？不用，没关系。你需不需要闪 ？OK 吗？辛苦了。对。对，你不要滑下去哦。OK。你们的鸭子船是不是有去日本考察？有，我们有去日本考，然后我们采购的是全新的，然后我们也把高雄的检讨报告重新去评估一次，因为他们当初是完全就是违给民间商业使用，所以他只要营运一没有，比如说正面的数字啊，或者那个来你顶上你稍微我们在这边稍微聊一下讲一下那个。第一次在海边撑伞，那个停岸是跟帮我撑吗？是跟国良，不是跟我太太，是跟国良。可以唱一只小雨伞吗？小编满足国良。那两人做阵抓着一支小雨伞，雨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第一次在海边撑伞，居然不是跟我太太，是跟你，真是。谢谢盛文在这个正幸运还是无奈正滨海边帮我撑伞，感觉很浪漫哈。Bro， 在这个选情紧急的时候，大家都需要一点幽默。当然，我自己撑就好。谢谢。